不同版本橄榄球 VS 铁桶江西分别能干掉多少个？原版经过测试，最多一个铁桶江西。95版经过测试，最多两个铁桶僵尸，活死人版。经过测试，一个都打不过 ，TAT 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一个铁桶僵尸，泰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两个铁桶僵尸，冒险时光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两个铁桶僵尸 ，TF 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两个铁桶僵尸，涂鸦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一个铁桶僵尸，魔幻版。经过测试，最多一个铁桶僵尸，另一时空版。经过测试，能打败无数个铁桶僵尸。